身为穷家女，冇钱买 VR 又想玩，咁点算好？唔使惊，今日就带大家试玩台场最新嘅 VR 活动，你睇下几多人？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即刻入场先。入到场第一件事就系要买翻张点数卡啦，盛惠300 yen， 但系如果你唔够100 yen 嘅话咧，隔篱都有畅饮机可以使用嘅。场内其实唔算好大，但系就分开咗唔同嘅游戏区域。你睇下，已经有人玩紧啦，我都即刻充值先。首先你要拎你嘅点数卡去场内任何一部充值机进行登录，再输入你嘅出生日期同埋设定密码。之后你就可以即刻进行充值啦。但要留意翻充值嘅时候，只有1000 yen 同埋100 yen 可以选择，所以建议你哋揀好自己心水嘅游戏之后，先再过嚟充值啦。充完值之后，我哋即刻去试玩场内唯一嘅恐怖游戏《逃出病洞》。しながら進んでください。大丈夫でしょうか？はい、以上が操作説明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、分かんないことないですか？一来咧，其实可能你完全唔识日文，听唔明都唔紧要嘅，因为其实佢有个中文版嘅 menu， 佢有教你点样操作啦。咁譬如你有个手电筒啦，同埋你有个控制杆啦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、二人が。もう一度確認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押してください。受付を行います。准备开始啦！职员会帮我哋戴上 VR 装置，同埋同我哋做一啲简单嘅说明。好惊啊！唔知点解我觉得咧呢个好似仲惊过我哋真系去灵探咁。我想走啊！我想走啊！惊吓过后，转翻只 game 轻松下先。我有自己嘅感觉啊！我而家准备起飞啦！头先咧啱就玩完呢个 game 啦，咁其实咧你系自己驾驶一架战斗机咁嘅物体啦，咁之后咧你就用个头喐喐咧去搵啲目标咧，跟住去射击佢哋嘅。但系咧我发现咧，我唔知系我嘅射击技术太差。定系我唔识玩，我好似一架机都冇射中过，但我系咁揾咯，系咁揾啲战斗机喺边咯。但系咧呢个 game 咧，其实我觉得几啱男士玩嘅。点解呢？因为你架战斗机入面会有个好 sexy 嘅女助手喺度指导你噶，我相信你哋会中意。终于嚟到最后一个游戏高空捉猫啦！唔好睇我好似行得好轻松咁，其实我已经身处喺200尺嘅高空上面噶啦。如果吓到脚仔软嘅朋友，就可以参考下新东方不败嘅玩法啦。场内其实仲有其他游戏噶，分别系滑雪、赛车、电车。佢仲设有商店区域，不过由于每节只有90分钟嘅关系，剩低嘅就靠你哋自己去发掘啦。如果你哋中意呢条片嘅话，记住 like 同 share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